my ladies。我就偶尔洗一次完手就干成这样，我真的应该多给妈妈买点护手霜。Actually, you know what? A beautiful woman like her doesn't even belong to dishwashing. This makes me kind of sad. 现在有我的睡眠茶。我记得有一个弹幕叫他一睡不醒茶。然后我还要吃我的软糖。其实我一直有一点失眠问题，所以这个就是帮助睡眠的褪黑素，是这个牌子的。然后还有这个，这个是 UNIG 一个澳洲牌子的玫瑰胶原软糖，就是胶原蛋白很多，对皮肤和头发都很好，不怕胶原蛋白流失。里面还有玫瑰果精华，可以美白防止暗沉的呀。你们应该知道我更加偏向小麦色的皮肤，但是那跟暗沉真的是两回事情，所以我还是要吃。先吃这个，这个是睡前半个小时吃。我应该给你们展示一下，我是吃进去了。What's wrong with you, Jay? 这个是星星形状的，好好吃。然后这个玫瑰是小熊形状的，可爱吧，好经典。这个真的很好吃，酸酸甜甜的，然后回味是玫瑰味的，然后它还是零蔗糖，就很美好。Hello, my ladies. 现在为了营造睡觉的气氛，我已经把灯调得很暗了。其实一会儿我还是得要开书桌的灯，因为我明天去学校还有一个表格要填。然后我现在就准备放点音乐，填填表格就睡觉啦。Guys, I'm nervous. I'm nervous as hell. I can't believe I'm going back to school.但我还是更喜欢这个。没事，改天你们俩好懒的。
他跳下来的。The students seem like they're not happy. They want to come to work, so I was like pushing for that, and all of a sudden, you guys are just not happy to come here. No, we're not going to happy with anything. Yeah, I think that's true. Yeah, it is true. Yeah? Find research and we find data, and then you come back to me.Okay, when will we actually finish the finance chapter? Probably in like a month and a half. So okay.我现在回家啦，吃好饭啦，也换上我的框架眼镜啦。今天是返校，还没有正式上课，就跟我讲了一下剩下这个学期我们的计划，还有考试这种东西。所以整体来讲还是蛮 chill 蛮放松的。我刚刚不是跟 business 老师 meet 了吗？是关于 IB 那篇4000字的论文，就是我刚刚记的笔记。是有很多要改的东西，所以记了很多，而且我的笔记还特别特别乱，因为是老师一边说我一边记的，所以接下来我要趁我还记得我自己记的笔记是什么意思，我就要把整理一下。 Biology 老师说马上就有一个关于 chromosome 的一个考试，所以我还要复习那个，然后数学也有一个考试，这样事情还蛮多的，但是不是那种闷头苍蝇，反正是个什么苍蝇的那个东西叫什么？无头苍蝇，所以不是像无头苍蝇那样。就现在虽然忙，但忙得还蛮清楚的，所以还 OK。